天送去按摩那边帮他这样子，你是在舒肥吗？越南的按摩超厉害，纯的哦。妹子，你坐过来。示范一次。没有，他是酒精。难怪你要这样，难怪你要这样。平均这个一年按摩次数，大概是我十年的次数吧。哪有那么夸张？真的啊？没有。有，他一个月我帮他算的，一个月平均大概有六次。他也很常去按摩。没有，我最近在家。你知道为什么我会知道吗？因为他跟我在同一个地方按摩。他最近有推荐一些，哇，很厉害。没有，我终于知道，不是，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是需要的吧？对，因为那么喜欢。我是很怕被碰身体。没有，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休息那么长的时间让他恢复，所以我们只能按摩快速恢复。对。他帮我回答了为什么我那么常去的原因。对，就是这样。那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我完全没办法理解。就是如果真的要休息，就是回家好好睡觉，它就是一种休息。圈圈的这种感觉是那种很嫩，然后泡泡的，好像其实蛮健康的。可是我就不懂为什么已经这么健康的肉，你还要去每天送去按摩那边帮他这样子，你是在舒肥吗？舒肥。所以我跟你讲，那个已经变成是他的习惯。反正就是不了解圈圈为什么可以一个月要按摩至少六次。没有六次，大概四次。四五次有，一个礼拜一次。有时候五次是因为有时候一个月有五个礼拜。你不要借口这种东西就这么多好不好？那我想要小爆料。好，小爆料。我那时候其实已经跟他约好，想要约三点，结果后来我到了之后呢，三点他在帮圈圈按，他是在按摩，所以后来就没有按，我就把四点留给佳琪。哦，你说我是对，而且我就是那阵子真的是没有时间，我空不出一个时间去找他。但我不能把我拖下水，谢谢。是因为我爱很久了。对，我有点忘记了，但我有记得。他就说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后面那个没关系，他可以明白。哎，那我们的肉世界。有一个国家不能去，哪里？我也没跟。我跟你讲，他已经整天跟你说我不要。他说他是泰国没有常按摩，我没有只按一次。我跟你讲，我之前去有一个地方超屌，越南。越南的按摩超厉害，纯的哦，纯的。但是我们没有觉得他不是。哎，我跟你说，那一间我进去我吓到，我那天进去我这样。他是坐着，他不是躺着。我说我坐的可以舒服吗？坐的应该没办法很舒服吧。然后就坐这样，然后这样开始。然后有一个女生，按摩师，小到不行的小只，然后就是超小只的哦。然后就过来，然后开始就在你身上，就是用她的全身力量去帮你这样子推推推。开了开了开了。超舒服，但真的是蠢的。妹子，你坐过来。示范一次。他就类似这样刚刚没有，因为我很重啊。那个那边的按摩师都是小小只，座位刚好。对，就刚好。然后他不是那种瘦到骨头碰骨头那种，他是有肉，微肉。对的，肉，然后就这样子帮你弄的。我跟你讲，真的很舒服。然后我们可以来做一类似一个系列的，我又想到了什么？就是养生的，就是我们就去听说哪里的，比如说按摩也不错，然后我们就去体验。然后或者是我们哪里的什么，就是这样，所以就变肉世界变肉按摩，不是，就是一不同系列。有意思是说，之前不是有那种，就是那种 IG 的，会像，哦，桥骨，狗，然后它像什么？然后狗会像吓到，然后就舒服了。可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先去弄类似这种，比如说波筋，好，然后什么整骨啊。温泉、针灸电疗，然后煮啊，不要，找一些奇奇怪怪的，然后我们就去。哎，你知道那 IG 有时候超红 ，IG 有一个女男生，就是一直在帮那种辣妹，就是刚说那个，这样，然后那个哦，然后就哦，然后哎，
每一片就大概十秒，然后都百万片。因为辣妹都穿得很少。那请问他是重点是看翘骨还是翘？我就不知道啊，我就觉得各有观众群吧，就是我就是一定是看翘骨。那你们我不知道啊，就是有可能有些是看他那个女生很漂亮之类的，也可以去那个、啊、什么，我们来去一个什么类似什么文美还是秀美，我可以有，我想到文美。还是我们还只能做一集耶啊？要做呀，会掉啊！我之前就是用，那一年就只用一年用一次啊？还是我们要开一个那个，就是去那个近视眼科的，镭射的，对啊，那比如说就摸，你就当代表，因为我们都镭射完了、啊、哦，你就当代表啊。好像可以，然后就这种就是，还有小波也可以，对啊，小波也可以啊，可以找去体验一下，对啊，我也是，我也有要去吧，然后可以跟你们分享这个科技有多厉害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我刚那个 OK， 你现在有饭你可以去谈，有没有影视美之类的？影视美可以，影视美，哇，这家可以找我们，可以找我们，我们都找，我们都近视。然后全瓷罐，然后我们就顶多就拍一个，把钥匙全部打掉之后，那个，那有那个，你现在会很尖，我你那种发际线很高的，有没有？哦，植发，我跟你讲，植发我已经去过了，我跟你讲，绝对不后悔。我跟你讲，真的，老师跟你讲，为什么太？现在的时间是我最适合做的时间，为什么？因为接下来要过年，对，你们就过年前去做，你们现在去咨询。安排过年前去做这件事情，过年的期间没有不会有人看到你，因为你都在家。哦，这笔记，这边签吗？这边签笔记。你说过年的时候，过年前先去咨询，然后预约过年前去做，然后过年整个过年就是刚好在恢复，是完美完美。而且你就在家里，你又不会出去玩，不会流汗什么的，小心，好不好？好 ，OK， 这是搞定。以后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我。我都做过，因为我是演艺圈的人造人。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还要开启小铃铛。